基于政治的考量的话，那我们就要请他们三思啊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了。总统，我跟你请教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菲律宾停航哦，那现在不只是国民党或是民间有些声音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反制的行为？那总统，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因应这个对策？这件事情哦，我们主要的还是要了解哦，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决策哦，是基于防疫还是基于政治的考量了哈？如果是防疫的话呢，我在这里要讲清楚了。台湾的防疫的情况非常好，疫情控制的也都很稳定哦，没有其他的国家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。其实各国对我们的整体的防疫的情况也都很肯定哈、哦。所以菲律宾如果有防疫上面的任何的这个考虑的话哦，我们也愿意跟他们坐下来讨论啊、哦，那看看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了啊、哦。但是如果是基于政治的考量的话，那我们就要请他们三思啊、因为我们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了，那也必然会有一些相应的处理。